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吃便当的时间。现在路边，我现在在西区金城路上的那个芙蓉便当，然后因为之前曾经想要冲一下芙蓉了，但是实在太远了，然后刚好这一家便当店我也看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刚刚他来之前在网络上查他们的那个便当啊，那个手打炸排骨蛮吸引我的。好，那所以今天就来这边带两个便当回去再介绍给大家哦。OK， 好，那今天便当买回来了啊，今天买的是那个金城路的芙蓉便当，然后我在台中找那么久哦，就是标榜芙蓉便当好像只有这一家，其他就是那种时尚饭包比较多这样。然后今天就是两个便当，然后这是他们附的汤啦，自己舀的。哦，海带汤我觉得个人喜欢喝啦，啊，葱花跟姜丝是自己加的啦。好，啊，今天这两个便当就是一个是招牌，哎，这是招牌。那他们家的便当均一价都是75块的，嘿，然后这个是招牌。好，来，招牌哈，这就吃过芙蓉的铁路那个火车便当，应该都对这个菜色蛮熟悉的，蛮对。啊，当然这个台中这个是，我觉得它是有点精致，说精致化啦，就是它不像那个芙蓉那边的便当那么好卖，那个卤肉一大块啦，对，但是菜色基本上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种菜、哦，所以也是很非常的丰富，哦，好，那今天这个便当不用剪，不用按照惯例的啦，哦，今天便当就它的盖子就不用剪掉了，然后这个是它的排骨，哦啊，我是在去之前在网络上有搜寻啦，它这排骨看起来不错，对，好，那这是它的排骨便当，这也是75块，然后除了那个卤肉跟那个瘦肉换掉换成排骨，其他都一样。好，哦，然后他们家便当不大啦，所以大概一个正常食量的话，我觉得吃一个不会饱，那大概要吃两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吃便当。然后首先先看他们家的那个排骨饭，哦，这个跟其他家的便当会比较容易有，就是比较上比较简方便。啊，排骨就是，这是它有两种，一种是炸排，一种是卤排，嘿，那都是75块。那就这一块排骨，排骨，哦，它的排骨是不算厚啦，但是带骨啦，嗯，然后这手打就看起来大块，嗯，没有也蛮软的，排骨。然后接着就看他的那个招牌，那芙蓉便当如果吃过原版的知道这个它里面大概就是有八种配料。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他们家的招牌，那吃过芙蓉便当的应该对这个菜色应该都很熟悉齁，对，那我记得那边便当好像也是不大。好，那首先先来看他们的，因为菜鸭在下面，所以按照惯例今天先看肉，哦，还有一片香肠，嗯，那其实这种芙蓉面档，我觉得它就是吃那种菜色的丰富啦。我再来卤蛋整颗的，再来是那个豆干，就是五香豆干，嗯，豆干，然后再来是它会有一片鸡腿更鸡卷。
然后青菜就是只有一种高丽菜。这高丽菜就是直接炒高丽菜而已啊，也没有下蒜头，纯粹的炒高丽菜。好，那我记得那个福隆的那个肉啊，好像都很大块啊，这是迷你型的，瘦肉，这是所谓的叉烧吧，瘦肉。那瘦肉本身就是因为够薄啊，所以不会觉得硬啊。瘦肉的口感本来就比较柴一点，那这里是卤肉，他们应该是也是薄薄的一片，哎，掉下去，活的，这应该是烫好之后这些切片的。我来看白饭哦，白饭。这分量真的不大了，这分量比那个台铁的便当还小。白饭，饭有点高，这个饭就是，这个饭太软了，没有粒粒分明。所以这饭吃也不香，那大致上来说哈，那个这便当应该吃两个都会饱。如果一般食量的话，吃一个是刚好，我觉得吃一个大概是七分饱吧。那你再灌点汤啊。好，那今天，然后这就今天的便当啊，福隆便当，台中应该只有这一家，我找很久只有这一家。OK， 然后今天的便当。就吃到这边，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便当资讯跟美食消息不漏接。那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